各位好，我是余志刚，辉立证券高级业务经理，主板新股中关村科技租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编号1601，正式招股，集团发行大约3亿3千万股新股嘅，其中90% 为国际配售，10% 为公开发售，招股价介乎1.52至1.72，已经与3个基石投资者订立咗协议嘅，分别投资系$1,000,000、5,000,000人民币同3,000,000人民币。咁中关村咧系服务中国科技同埋新经济公司嘅先行者，并为专业嘅融资租贷公司集资当中70%为擴大其業務的營運的，同埋向中國更多從事大數據、大環境、大健康、大製造同埋大消費行業的科技和新經濟公司提供融資租貸解決方案同埋金融服務。其餘的集資額用於升級集團的信息系統同埋招聘人手同流動資金嘅，同埋一般企業的用途。咁按一手啦，2,000股計算啦，入場費大約係$3,475，獨家保薦人為國泰君安國際，股份計劃於1月21日聯交所正式上市掛牌，孖展現正開始接受認購噶啦。咁輝立認購截止日期為1月13日嘅星期一下午3点，全數認購截止日期係1月14日嘅星期二早上9点半。新股介紹咁多，多謝各位。以上純屬個人意見，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本人余志剛為證監會持牌人，截至本評論發表日為止，本人及有聯繫者並未持有全部及證券之所有相關財務權益。